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，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。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，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，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。我常常告诉我自己，没什么，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女儿就对了。相信自己的女儿。哎，美女也是这样跟我讲的，是吧？所以我说啊，凡事啊看开点就好了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，来来来来。喜欢哪呀？安妮啊，哦，安妮啊，你两步该咋换啦？哎呀，皇太太家真的好难找哦，找得我累死的。要不是那个塑身衣哦，一定要合身，需要去量身哦，才不要搞那么累。哎，我真的败给你了呢。我不是跟你讲的就清楚，王太太家呢就在前面的两条巷子嘛，哦，啊你就直直走进去之后看到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右转以后再左转，然后看到一个斜坡这样下去，然后看可以爬坡再爬上来，不就到了吗？哎，你真正是大路痴的呀！讲到清楚你更唔知呀？我本来就是路痴嘛，而且你根本没有跟我讲有个斜坡。有？没有？我有。真的没有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不行啊！你看哦，以后如果你改出名的话嘞，啊怎么办？啊大家都来找你改做生意，那你怎么办啊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？啊不然带张地图哦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如果哦你要做这门生意的话哦，你就要赶快想个办法来解决。这个办法哦，就是哦，我要跟你讲哦，你都爱从这里了。来，青青帮忙一下啊！他们说他们肚子饿了，这几个啊，来来来，美女啊，辛苦嘞啊。如果啊，有个男人让我依靠，天天带我去量身，一切就解决啦。就像大臣啊，每天都来照顾美女一样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，好好把握。对呀、啊。彩英姐，彩你别站着顾着聊天，一起来吃东西。哎，润奶，吃东西喽。哎哎，进来进来进来。哎，小朋友开门啦。哎。妈妈，妈妈。去拿筷子，还要吃什么都可以吧？够了够了够了，谢谢美丽阿姨，你忙你忙。哇，饮料来喽！李丁正，哎，过来，我有事找你。有事找你？啊？不要想歪，不要想歪啊！问你哦。你们跟小马哥说，12月31号是我彩排，叫他一定要过来。我忘记。哦，你这个小天使怎么当的？我期待很久哎。不行啦，难道你希望我在学校里面失魂落魄的彩排吗？不管啦，不管啦，你赶快想个办法、啊，你就跟小马哥说啊，叫他一定要来看我彩排，拜托啦。好，那我现在跟他讲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快抓，再抓起来！哦，我弄错了，你也打不
好吃。哎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若男邀请我们星期六去他学校看他的话剧彩排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多吃点哦。嗯，回家还可以吃。嗯，你不要看我，你也知道我爸他，你不一定有空哦。我也是。啊，你跟若男一起去不就好了吗？哎，干嘛？这个意思啊，我是希望你，你们一起去帮他捧个场嘛。哎，令照，这是借口都听不出来啊！有种你就单独赴约，不要找我们当电灯泡，对不对？对嘛？电灯泡了，大家拜托拜托，痊愈一下。喂，嫩奴哎。好，那这样吧，除非你想得出来呢，我们去有什么好处？有的话呢，我就跟你去。啊，我想到，我想到，我跟你讲，听人家说啊，他们学校女生超正的，最正的可能都比周慧敏还正。真的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去看看那太可惜了。对啊。哎，爱主，怎样？要一起去？反正就当给一定照面子，捧个场嘛。我啊。好啊，反正看完彩排之后，晚上大家还一起倒数嘛，就骂你一个面子啦。那青青若美，一起去吧。我刚刚是怕当电灯泡，既然你们男生都要去，那我是他姐姐，当然也要去捧场喽。亲，一起去嘛，你都开口了，能说不去吗？骂你个面子啊！所以我告诉你，我的结论就是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是不是？谁也不要去羡慕谁。你说老哥讲的话对对对不对？没错，一点都没错。我看你现在是不是还为青青这个事情放心不下？如果你真的觉得放心不下，我跟你说，你找美女去沟通就对了。找美女？对啊，美女跟青青他们之间互动一直都很好啊。而且美女是看青青长大的，你记得吧？你以前跟她有什么别扭的时候，不都是美女去沟通吗？我告诉你啊，那不认识人看啊，都觉得美女跟青青就是一对母女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有事情找美女去沟通，一定 OK， 马上就可以得到你想知道的答案。哎呀，我老哥啊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跟美女的关系，尴尬啊！哎呀，人家都明白跟我说了，要我跟她保持距离，我现在哪好意思还有脸再去拜托她？哎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是个猪头三的，人家女孩就喜欢玩那个欲拒还迎的那一招嘛，是不是？那她要是真的喜欢你，她会跟你说，哎，大成你来追我吧，大成我好喜欢你，会这样不可能的事情嘛？你呀，就碰了一点挫折，你去打退堂鼓，你这样永远不会成功的，我告诉你。哎呦，怎么晚了？喝两杯，时间过得这么快。哎，不行，我要回去，不然我老婆要跟我翻脸，我又惨了。好，哎，老大小心，没事，慢点走，慢点走，我过来。你还行吧？行。喂，哎，青青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在家里啊？我给你爸送外卖了。啊，对。顺便负责坐台陪你爸聊天。你回来正好，你爸现在正需要安慰，你回来我就安心的回家了啊。你好好陪陪你爸。好。哎，兄弟，加油！你别忘了我跟你讲的话。知道。谢谢。啊，慢走。再见。慢走。小心点啊。爸，你到底是怎么啦？你不去店里面帮忙，却点了一堆美女阿姨的卤味来家里吃，感觉好矛盾哦。矛盾什么？我
偷懒休闲一下不行啊，一定要去帮忙。没事啦，反正又没差。没差？真的没差吗？开玩笑的啦，大家今天都没问你说为什么没有去。我就说嘛。其实我不用三个愿望，每一天都有感动值得收藏。爱过的人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。爸，你到底是怎么啦？你不去店里面帮忙，却点了一堆美女阿姨的卤味来家里吃，感觉好矛盾哦。矛盾什么？我偷懒休闲一下不行啊，一定要去帮忙。也是啦，反正又没差。没差？真的没差吗？开玩笑的啦，大家今天都没问你说为什么没有去。我就说嘛。哎，你没有跟大家说我在家吧？没有哎。哎，你这提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啊？啊，这个是美女阿姨特地为你准备的。特地为我准备的？嗯。不过我看你也吃过啦，我还是拿去冰箱里面放好了。哎哎，不是，青青，你刚刚说这是美女阿姨为爸爸准备的，啊？哎呀，对呀。哇。爸。哎。干嘛突然发亮？热腾腾的。你怎么一整天都怪里怪气的？我哪有啊？我哪有怪里怪气的？哎，时间很晚了，赶快去洗澡睡觉哈！快快快快快快去快去！哎，等一下，卤味给我，谢谢。快去睡觉，快。哦，对了，爸。嗯。大家叫我约你一起参加跨年，记得哦，别说我没有通知你。嗯，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的大家是谁啊？这应该会有美女吧？同学，哦，这个 SG 啊很帅哈。教官，教官真是不自量力，哎，骑那台鸟车还想追我的 FZ 啊，简直是做梦！我油门啊随便一吹就飙到120，他只能在我后面3公尺，吃我的废气，可怜哦！哇，教官你气炸了啦！那你不怕教官找你麻烦？那也得当场抓到我，才有证据啊！高高，你这招真的是高哇！小马，小马，你那 FZR 那么帅，改天借我骑一下。省省吧你，要借我借凯竹。哦，不公平哎，为什么好事都没有我，只有凯竹可以借？哎，
你是有驾照，到时候借你无照驾驶，然后被条子削到，我的车被没收，哎，懂不懂？哎，我知道啦。你们先18岁可以考驾照嘛？不然这样好不好？等我18岁考到驾照之后，车借我骑一下，趴一下把个妹嘛。到时候再说了。哇，有埋伏啊！快闪！站住！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不累。油门啊，随便一吹就飙到120。他现在后面3公尺是废气。我就快进站了。想不到我会躲在这里，偷偷把你们讲的话录下来。马军，我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在外面偷骑摩托车，教官可以记你一只大过。哇，教官，你真是聪明过人哎，这么先进的抓贼方法你也想得到。英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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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里哪里。这么英明的教官，让我马俊深深的、由衷的、从心里的佩服你。哎，对对对，相信教官已经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应该会原谅小马过错吧？教官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改喝巧克力牛奶了。哎，教官。那如果是这个热腾腾包子跟小阿姨特制的茶叶蛋嘞？你以为教官是这样受贿赂的人啊？对对对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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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好，小阿姨的茶叶蛋。哎，要我放你马哦，也不是不行。哎，教官，只要不记过，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。来来。我知道你很有谈恋爱的经验，所以教官，我需要你。我很想帮你，可是我喜欢的是女人呢。这教官，教官，你放过小马一马吧，我当作没听见，没听见，也不会跟任何人说你。你教官，我也不是同性恋，我是要马俊教我如何把妹，这样子不行啊。教官。当然可以，不过我们小声一点嘛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马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事情就拜托你了。我有了幸福，完全就看你了，拜托拜托。教官，其实这个哦，把妹很简单，第一步呢就是不要怕丢脸，直接约你喜欢女生啊，到特别远的地方，然后越远越好，最好骑摩托车去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这样就肢体上碰触。或者碰出火花来啦，对不对，教官？阿俊，你好聪明，我以前怎么都没想到这样子的。还有，之后呢？哇，我超厉害，这么能掰哦！其实我不用3个愿望，每一天都有感动，值得收藏。没办法，现在小孩子就这样子，就麻烦你了。请问一下，你这个礼拜六有没有空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大声一点，我听不见。我是说，你这个。这礼拜六有没有空？我有空啊，你看我这么多制服，还有领件，你之前拿来的，都改都改不完，怎么有空啊？你要干嘛？我没事啊。
不好意思，那这个就麻烦你。那我这个啊。一般男孩子投啊是右手抵住球正，左手轻轻扶着，然后膝盖用力使力丢出去。可是你是女孩子，女孩子力气比较小，要用双手，你就像这样拿着，然后膝盖弯曲，对，就用膝盖使力用力丢出去，这样，对，朝台湾丢，篮筐用力丢出去，那是双手扶着，膝盖弯曲，跳起来，把球丢。呀！你要从二分线开始，比较近。我要投三分球。可是三分线很难呢，除非是臂力特别大的女生，或是天生本来就是运动员，要不然一般女生像你这样要投进三分球都不容易。哦。很奇怪，你平常都不打球了，今天怎么会突然想要练球？哦，因为我跟青青当了两年球队经理，所以我想来。那也不要一开始就练三分球啊，三分球对女孩子来说太吃力了。没关系嘛，反正只是练习啊。好，那加油，膝盖用力。这样拿姿势不对，应该是手这样的，这样子才有实力点。好，然后你投出去的时候，手可以往内滑一下，再试一次。好。哎，青，你有事要找青哦？那你赶快去啊，我自己练就可以了。可以吗？OK 的。好。青青，青青，青青，我刚刚叫你好几声，你怎么都不理我？有吗？我怎么都没有听见啊。有啊。那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也突然忘记找你有什么事。那就等你想到有什么事情再来找我吧。需要帮忙的、啊，不都说了吗？要保持距离，为什么又来了？啊，我为什么又来？为什么这么厚脸皮啊？哎呀，光是美女光问我这一句，我就铁定被打枪。可是我又不是见不得光，我总不能一辈子窝在家里不去漫画店吧？可是我到了漫画店，就一定会见到美女。如果我跟她刻意保持距离，就见得我心里有鬼啊！爸，我回来了。青青啊，
你怎么啦？哎哎，等一下，感觉脸臭臭的，是不是跟小马吵架了？我干嘛跟小马吵架？哦，没有，没什么，我随便说说的。你要是高兴的话，跟凯珠吵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我说中了。其实我不用三个愿望，每天都有感动值得收藏。爱过的人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。你要是高兴的话，跟凯珠吵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我说中了，你不要乱猜好不好？无聊。哎，晶晶啊，晶，奇怪，明明就想找机会和好，问你有什么事情，紧张的乱回答，最好是找我什么事情都会忘记。比尔亲亲，圣诞节的脚步近了，想必和往年一样，你会和你青梅竹马的朋友一起庆祝吧。虽然天气很冷，还是希望你有一个温暖的圣诞节，别忘了哦，到时候再与我分享你的快乐圣诞。真贴心，好像不得不回个信啊。克里斯，如你预期的，我的圣诞很快乐。才怪！同时，我发现随着岁月的增长，好朋友们都长大了，且对未来都十分有理想，竟然只有我，唉，想不到自己未来到底要做什么。晶晶啊！可不可以去帮爸爸倒一下垃圾啊？啊！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最乖了啊！很好，非常好。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了？该不会，那个就分手了吧？保险套，我保险套也在。问我找你什么事啊？哎，一定要有事才可以找吗？对呀，你这个白痴，你刚刚为什么不直接这样问就好了呢？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哎，你就直接去。你在干什么？青青。你来我家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一定要有事才可以找吗？也行啊，你高兴就好。知道我要找你做什么？哦，我想找你好好的谈一谈这一次篮球比赛球员分配的事。
对对对对对。哦，那正好，我现在有时间，你先说，说完我再回家。啊？现在？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想好哎，要不然等这两天我再规划完整一点好吗？哎呀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青青，这个星期六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到时候我们再慢慢聊，好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可是这个星期六我们大家不都约好了要去若男的学校吗？啊，对哦，那改约星期天好吧？也可以啦，随便啦。Yes！ 篮球比赛快要到了，暖个身哦。没有，书包。我想多了。哎，还是先没收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青青发现了，肯定大吵一架。克里斯。还有小马之外，又多了一个克里斯，这洋鬼子是打哪冒出来的？哎呀！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倒个垃圾能倒多久？这么说呢，爸爸怎么会做这么不道德的事情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只有那种食古不化、思想顽固的父亲才会偷翻女儿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在我房间？是这样的，爸爸特别要送你一个礼物。礼物？当，这个是最新型的防狼警报器，只要一按一下子按钮。色狼马上被吓跑。我跟你讲，你把这个带在身上，爸爸就会比较安心一点啊。哎呦爸，我平常都是学校、家里、漫画店三个地方跑，很安全的，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啦。哎呀，你拿着拿着，你晚上出门呐、啊，虽然都有人载你回来。不是，我是说啊，就算是朋友，也不见得那么保险。现在的年轻男孩子血气方刚啊，万一一个把持不住自己，我在说什么？哎呀，反正多一分准备，我就少一分担心，就对了，知道吧？好啦好啦，我收下他就是，这样你可以安心了吧？嗯。那你还有什么事？我，也还好啦。还是。你是想跟爸爸聊聊什么事啊？没有，但是我想换件衣服，出去啦！好，我出去出去啊！爸也真是的，都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这个星期六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到时候我们再慢慢聊。聊什么？该不会是想要跟我约会吧？要是敢欺负我的话，我就按这个。其实我不
听说这个学校很多美女，我从进来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个漂亮。哪来的周慧敏啊？好久才梦里吗？你再忍耐，再看一看，再看一看，等一下就有了嘛。哦，舞蹈科，舞蹈科，舞蹈科就进来。走。男生就是这样，没得救了啦。你找你怎么了？是盛典啊。男生一看到漂亮女生就变成这样啊，真是的。喂，你们的口水都流到地上了啦。哎，对了，开珠怎么还没来啊？嗯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刚才出门的时候有在店里看到他帮忙，应该晚一点就来了。哎，开珠那动作太慢，你看里面这种绝世美女错过，哇，一悔恨终身的啦。喂，你们两个，不要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们一样好色，好不好？哎，青青，说错了吧？好色的是他，不要把我算在内啊。喂喂喂，哎，从小到大，每次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是不是兄弟啊？这句话我说才对吧？是兄弟还记仇啊？怎样？不爽啊？不爽来单挑啊？啊？好啊，我来了，快快快快走，快走！白痴，你不要回来。哎，若美，你手怎么了？啊？对呀，你的手什么时候扭到的？没有啦，小事小事。哦，喂喂喂！死照，你害我跑那么累。哎，里面有没有人跟你们招手？第二次，哈哈哈！笨蛋。何青青，男生在你面前真的容易变白痴啊。有那么好看吗？当然没有你好看啊！对，小马，是没错。那还站在这里干嘛？你去看我排戏啊？我超想看你排戏，只是哇，你们学校好复杂，我们刚刚一直迷路。好啦，若男，那你赶快带我们去看你排戏吧。好啦，跟我走。嗯。哎，走啦。哦，走。走。哎，喂，刚刚那个舞蹈教室练舞女生是谁啊？哦，舞蹈科的一个学生啊。我跟你讲，他超做作的，我们同学都超讨厌他的。哎，就在前面，就在前面，大家赶快过来。罗密欧，罗密欧，为什么偏偏罗密欧否认你的母亲，抛弃你的心，你不愿意这么做，那么，但是你作为我的爱人，我又不愿意离开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小姐子和罗密欧交换爱情盟约。真的吗？嗯。若男到底是演女佣还是朱丽叶啊？朱丽叶啊，然后偶尔
说一下那兼职的中年女人。去。导演，在那里怎么排戏？女主角她什么时候要来啊？她还在热身，等一下就来了。若男先代替演。这样到底怎么排嘛？小马哥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若男，加油哦！加油！排练场到底在哪里？小姐。哎，小姐你。现在下午3点，厕所往这边走，福利社往这边走，美术科、戏剧科、音乐科，所有科系招牌，穿越厅堂，有地图。小姐，等一下，我们也要问你问题啊。是吗？那有何贵干？我又不认识你。小姐，你的裙子后面破了个大洞啊。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精心设计的话，那你高兴就好，当我多事。还这么大一个洞，厉害！哎，我话说完了，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叫我。刚刚是我不对，但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不可以帮帮我？大家都在等着我排练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你要我怎么帮你啊？我。对不起，刚刚出了点状况，我来晚了。喂，小姐，学钢跳舞的女主角。学，等一下你跟同学。早就聊了，整个学校就她比较可以看啊。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？这个造型酷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，刚好赶上。快去坐好，若男要开始演了啦，快快快！演得真不赖，赞哦！
演的好不好？很好啊，你台词都念得很顺哎，对不对，亲？对啊，很可爱。谢谢，乔马哥，那你觉得嘞？没关系嘛，你说啊。若楠，整场戏你一直跑来跑去的，很忙哦。不过我只能说，整部戏的最辛苦角色就是你。不过希望下次你的台词能多一点喽。哎，若楠，所有的台词我通通都背下来喽。是的，老爷。是的，夫人。是的，小姐，我通通都记住了。你少笑我。你不要看不起我。虽然我这一次啊演的是女佣，但是我明年一定可以演朱丽叶，你看着吧。说到朱丽叶，朱丽叶就来了。哎，听你的嘱咐。不客气。